传唱度蛮高的一首台语歌曲好了。对啊，这首歌真的是应该是蛮红的，唱下去应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哪一首？那个我看前奏弹下去搞不好你就知道。太高级，人家听不懂。可能那个语言吧。其实客家歌真的是很多不一样的曲风，都是很多哎。对。因为你做原创的东西，就比较不用受到商业的限制，所以就有很多的想法。客家歌。
其实大家可以这个去多关注一下，例如每年的那个原创音乐大赏，它都有那个母语的比赛，其实里面都有非常多很棒的客家歌啊、原住民歌或是台语歌这样，我们的母语的，对对对。不然来一首合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待会再带来一些客家歌送给大家。好。